我是刘康明，我现在在 LINE 福冈服务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是 server side engineer， 是目前所在的 team 是叫做 LINE Creators Market。我在以前的接案的时代，在台湾吗？在台湾做一些接案的时代的时候，曾经写过甲烷产生器，就是这个甲烷产生器可以产生出各种长度不一的假的文章，就是看起来好像很通顺，但是完全不通顺 的这种文章是中文字的甲烷产生器这个甲烷产生器可以让设计师在套板的时候使用。他们常常套一个板是那种可能长度不太一定，所以他们要试验好几种长度，但是他们又不想花那个时间去找各种地方剪下各种文字剪下贴上试试看，所以他们可以用这种产生器去帮助他们测试他们自己的版型。同时也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假图产生器，生一个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没什么内容的假的背景图或者假的 logo 出来。假的 CSS 产生器，就是随便套一组已知的配色到网站上。会啊，有啊。好，谢谢康明，谢谢。